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家养老院呢，然后看看这里的老人生活的怎么样，每个月需要花多少钱。我们来到老人房间看一下，看看他们在这生活的怎么样。这家厂的门，叔叔好，叔叔。哎，叔叔，你在这唱歌。练歌。您这个自己过来住的吗？啊，我和老伴儿回石家庄有点事儿。哦，您这个房间是多少平的呀？这个是50多平，59平。这个一室一厅一厨一卫，非常方便。哦，不想做饭就上食堂吃，想做饭就自己可以做。一个月都非常好。一个月多少钱？1200。这1200块钱包括这个？所有都包括了，水电暖。什么都包括，所有都包括，非常好。您是哪里人？我是大庆。您是大庆人？对，大庆。是准备冬天在这边过冬？在这过冬。过冬。行，我看一下你的房间好不好？嗯。这是一进门左手边的一个小厨房。我看还有油盐酱醋的，也偶尔也做点饭，是不是？我昨天刚备的。昨天刚买的。对，刚买的，刚备好。啊。准备的。方便的时候自己做。嗯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客厅，客厅冰箱都是配备的哈，冰箱空调什么的。对。啊，冰箱空调电视都是配备好的。设施都非常全。是拎包入住吗？对。您都带了什么呀？什么也不用带，自己带着换洗衣服就可以了。哦。材料包裹。好。里边应有尽。这边是一个卫生间。卫生间也挺宽敞的。你是不是那个小徐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了，我也关注你，你这个视频我都关注了。没想到还遇到粉丝了。这是一个卧室，两张床。在高端养老院呢，每天吃饭需要花费多少钱？咱们今天过去看一看，看看他们的菜品怎么样。这是今天的一个菜单。看品种还是挺多的，我也开始开动了，先来一份溜肉段。菠菜炒鸡蛋，你再来一份吧。这里这个吃饭结账非常高级，这从来没见过。把餐盘放到这个结算区的这个框里面，然后自动就会出现这个饭菜的价钱，然后一刷卡立马取餐，效率非常高。很大程度上呢，避免了长时间的排队。今天陈叔叔也从虎山来到饲养员这边过来体验，然后看看叔叔今天中午吃的什么。三个菜，还有一个面食，一碗粥，这些一共花了多少钱，叔叔？22块。22块钱，你能吃得了吗？你点这些？吃不了的话，我今天是体验性的。体验一下，就是多吃点，品尝，是不是？多选几样吧，多选几样。那个阿姨过一阵要是来的话，我感觉你俩人的话吃两个菜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是吃两个菜再加主食哈。对，那样的话两个人应该是10几块钱，是不是？对。总的来看价钱还是不贵，还是可以哈。样式还是比较丰富的。嗯，行，那咱就菜别凉了，咱先吃吧。今天就到这里。总体来说呢，这个养老院的暖冬政策是非常人性化的，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。好了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。